地理位置也非常的好，咱们在魏运庄呢属于这个镇中心。咱们东临那个中轴路，西边啊临那个魏石路，这儿还有交通站啊，交通非常的方便。再有呢，就是咱们这个村啊，这个周边有这个银杏大道，而且咱们那个镇里边啊，去年就是在这个月岭湾公园又加大这个基础设施，完了就是为咱这民宿啊又增加了一些旅游点啊，所以这个咱们那个照相了有边啊。这个咱们村啊，在2015年我们就发展民宿。这个一五年咱们这个有一个天友到咱们村来发展的，后来呢，他这因为这个就是这个公司离得太远，完了咱们又来了一个这个经过咱们镇区推选，又来了一个这个发起方这么一个公司，咱们这个。现在啊，就是打到这个村子合作，这个咱们都是老百姓的闲置房啊，30多套。完了呢，现在能接待的我们这个运营的左右吧，这16套，咱们这个打去年到现在，这陆续的咱现在开始运营了。剩余的呢，咱们陆续到啊，这个。这个呢，我们是解模式啊，这街道很干净。还有一个咱们这个村啊，这个老百姓呢，是吧，也感到很幸福，是吧？居住在咱们这个村的环境下，幸福感比较强。再有一个呢，就是咱们这个组织村民文化队伍啊，说这个过节过量的，咱们发点的福利啊，是吧？比较说。别说别的，就是咱们老百姓，只要老百姓感到有这个幸福感，是吧？满足于老百姓，啊，就咱们就很知足，是吧？所以我可以请教一下你们16套的这个民宿，大概平常的游客大概有多少比较多？然后大概人数的接待的这个次数大概有多少？他这个民宿啊，他一般的是周六周日。再有一个像这个国庆节这样节日的啊，他这个有保护小长假，小长假，对，所以的话呢，他这个一到周六周日就得提前。这个是用高动的方式，还是说是散热的方式？高动的方式。那除了高动之外，有没有结合就是周边的一些旅游景点？有啊，有。咱们村周边呀，全是景区园区啊。完了那个，咱们去年呀、啊、又完成了这个咱们政府的一些补贴，说这个完成了这个啊，这博物馆里边呢，就是介绍村里边呢，还有这个就够醉哦。完了，这个咱们到这个民宿这儿了。一会儿啊，待会儿咱们这个把下一段的时间，咱们让这民宿的这个接待。好，请给咱们逐一的介绍，好吧？好，谢谢，谢谢。非常感谢各位贵宾来莅临我们半壁店村的乡村振兴项目，我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曹晶。我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，然后我会带着大家去参观我们几个民宿。是这样，我们呢是大兴本土，就北京市大兴区本地的这个企业。
然后我们呢是与半壁店村少兰主任这边，我们一起成立了联营公司，探索了一个乡村振兴的一个新模式。什么模式呢？就是我们来成立联营公司以后，由村集体将村里的闲置用房来给到我们，我们租过来，然后呢我们统一的进行改造装修运营，我们改造成了这个民宿，改造成了剧场，改造成了我们村里的餐厅书店等等，一会儿我们都会看到。对，然后我们目前已经改造，我们目前收了村里基本上现在一共是22套用住房，对，已经改造完成的是12套，其中有6套我们做成了主题民宿。对，这个主题民宿其实可能大家也比较清楚，就是在北京市的其他区县民宿其实也比较火热，但是我们跟他们的区别是什么呢？因为大兴区我们没有山没有水，我们要怎么留住客人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对，所以我们把民宿都改成了精品的主题民宿，我们在这个民宿里面虽然我们不依山傍水，但是我们做了游泳池，做了私汤，等于把各种的内容都加到了我们的民宿当中。除此以外，我们还融入了现在年轻人非常喜欢的一种游戏，就是剧本杀呀、桌游啊等等一系列的都会融入到我们的这个民宿内容里面。这样的话，除去有大家比如说天暖和的时候可以进行烧烤进行游泳以外，我们还能给他提供这种游戏的配套服务，所以在这一点也是我们可能区别于其他民宿的一个亮点之处吧。啊，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民宿呢是一个美式风格的民宿，它是一个2层小楼，然后我们一会儿可以进去看一眼，在里面我们配套了一个 KTV 的包厢，大家可以在里面 K 歌等等。对，那我们您介绍就别在门口介绍了，就上你们，然后大家一边打卡一边介绍。好好好，来来来，有请有请。上次联系有您吗？嗯，要的在这儿。来看一下漂亮的民宿啊！注意一下，走上台阶。好，走上台阶，看着看着。来看一下人家的民宿啊！哎呀，太好了，是吧？这要放满了热水，是不是可以在里边泡温泉？啊，泡温泉。我这个可以换，我以为是许愿池，换温泉，在这里泡汤。不是这个，这个你放水，然后人家就丢硬币，这也是一种额外的收入。然后中间用一个观世音菩萨，啊，哦，我是弥勒佛，啊，哦，是是是是是。他要许愿的来这边许愿，啊，许愿许愿池，投的越多越喜。那个越灵验，哎，越灵验，啊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哎，高雄的乡亲们，来，大家下来喝酒了啊！来，大家往里走，往里走，来。桃花的，飘啊！哈哈哈哈哈！来，来。
这边是这里，这里赵主任，赵主任，赵主任，咱们就围着这一侧都可以站。您给指导一下这队形，看怎么照合适。谁赢了？我这边发那个，往这边坐。现在改造一下，现在已经正常了。我把头发放到这里，要体检一下当地。我要找个就医。你有爱心一下。我俩都没俩都没去。吃饭他这边有个健身房。瞅我不能穿进去。喵。正好。哇，好可爱的小车子啊！嗯。有有是吧？啊，台湾也有，听说啊，影戏又称为影子戏或是灯影戏，它是用动物的鼻子或纸板雕刻出来的人物剪影，在灯光的照射下，隔着这层白色的幕布演戏而得名。皮影戏相传于西汉时期的陕西，至今呢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，是非常悠久的。国外呢，也是因为咱们看到了中国的皮影，才发明出来的电视、电影以及动漫，所以呢，中国的皮影是世界电影动漫的中国之为末。今天呢，我们非常高兴为大家带来皮影戏的演出，下面为大家带来贺宇飞的皮影，请大家欣赏，谢谢。好。
谢谢啊，谢谢，谢谢主任这么热情。